我们涡轮商学院对高管培训非常的重视，尤其对中国的项目非常的重视。我们多数来自中国的项目是量身定制的项目。当我们说量身定制的项目的时候呢，我们真是在量身定制，因为我们的教授会参与整个了解企业情况和课程设置的这个全过程。这样我们会到企业了解一下这个企业现在面临的一些这个挑战和他们在市场上竞争的这个情况。根据这样一些资料，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课程。这样的话，我们的课程就会更贴近企业的需求。